早安大家！我之前一直觉得它很像假的，然后现在终于有它是真正的植物的证明，就是这个。它长出新叶子了，好漂亮！而且有很多，发财长大了。It's been a while since we talked about it. I don't know how to ask if you're okay. But you should know at the end of the day. You don't know how to be strong. You can't lean on me. I'll be your rock. 这本其实买很久，只是最近刚好有时间可以看。嗨，Hello，大家！昨天刚去唱完重放，所以还在过渡期。然后现在要出来我家附近吃早餐，然后要去一家在台北算是蛮常见的早餐店，它叫客多美，是名古屋咖啡厅。就是其实我看这家在，就是平常我在台北活动的范围，我已经看过它很多次，也很多家了，就是一直没有特别去吃，然后他在台北以外的店，台南是第一家，所以我就想说，而且又开在我家附近，所以我就想说今天去吃吃看，走吧。
在整修的台南文学馆，台湾文学馆，然后在附近跟朋友约吃午餐。到了，就是这家又又美。看你那个墙壁就有做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昨天在又又美，后来我又买了一些东西。我买了两台是一次性的那种底片相机，然后这个是富士的，这个是柯达的。我想先带一台回去台北，然后一台放在台南。对，就富士这个经典包装蛮好看的，然后拆开给大家看。好，
然后他可以拍27张。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柯达的经典款，这个呢，它也是可以拍27张。然后，因为身为一个贴纸控，那边还有卖一些就是文创的小贴纸，我就选了几张喜欢的。这张是打卡送的，就最好看。原本要跟朋友吃早午餐，只是发生了一点小插曲，朋友没办法来，那就想说就回家好了。然后因为刚好这附近是友爱街，然后双泉红茶在这附近，然后我还没有喝过，所以我想说去买买看。那就现在出发。台南最多的就是小巷子，把左边走进去。这好像是民宿。这条巷子，啊，到了，加啦！想的好不一样哦，很古早味的红茶，我是点微糖的，I'm so confused about